大家好，我是WEN Ziyang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今天晚上在青鸟计划的这个第三空间相遇。我和嘉颖呢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我们自己的新作品。这场音乐会呢叫游吟闲诗。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游吟呢，实际上是我们想到像游吟诗人的一种气质，里面有浪漫，有倾诉，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。弦诗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呢，实际上都是为带有琴弦的一些乐器创作的，比如说有古筝，有吉他，有这个扬琴啊，还有钢琴等等很多乐器。